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带着媳妇去当一回理发师。我爷说想剃剃头，然后拿着推子我去给他剃一下。哎呦，今天这风，哎，真冷啊！这是谁家的去了？你们看看谁家？哎呦！我来了，姨。来了，来了。那边又烫，不不不给他吃糖，他一吃糖了，搁家都干哈？吃就吃不都吃上瘾了。那吃啥？喝奶呀。奶也不喝，今天那不得劲儿，他今天，而且喝完奶还吐了。吃方便面。把心剃，你放心吧，姨。哎，我都给剃过一回。上次啥时候剃的呢？夏天的时候哈。嗯。姑娘剃不剃头啊？没有秀爷的。嗯。没有。对啊，那个试试。我看哪个卡尺是稍微长点。这个长一些。嗯，它这短一点。妹妹玩哟。是吧？领着点妹妹啊。去领着妹妹玩啊。行不行？行，这样爷。你咱爷也看不着，你说咱爷行不行？你今天白头发了？嗯。白头发不多哈。白头发？嗯。你真是没有白头发。哪有白头发呀？有，就在那边有。就那边。咱爷你看真的挺好哈，七十八的，这没有白头发呢。嗯。你今天的豆腐泡豆腐凉了喝的，可能。嗯，可能是以前你做豆腐的。嗯，你喝那个。有关系，好爷。那些年做豆腐，就光喝豆浆，光喝豆浆哈。嗯。得喝了多少年？七十。得喝不是得有多少年？咱做豆腐。40多岁都快60了才停下来。快二十年呗，那就喝豆浆，快喝了20年豆浆。上回去的挺好的。嗯，上回。嗯，上回满意。啥玩意都是第一回好。是吧？行，挺好哈。嗯，挺圆的。把边啥耳朵根儿给咱爷那个修。嗯。现在小妹妹对着谁都不喝，就我，谁都喝，没喝的都我。妹。洗哈。嗯。我给你也剃剃。我不用你。那我剃的不挺好吗？行，回家吧。回家洗洗他的衣裳，收拾收拾，就黑天了，好做饭了。走了，姨。嗯。嗯。下回你尝了你就上我的。我就行。嗯，好。嗯。拜拜。跟叔叔说拜拜。拜拜。拜。说拜拜。不好意思的。行。回去了，姨。嗯。嗯。嗯，走了。